来，我们中国继续用军力来交流咱台湾的四个位啊，特别常常用军机甲军舰经过咱东边的空域甲海域。所以，我们总统今日特别到华人的空军基地，甲这飞弹部队来鼓励咱的士官兵。开始射击。用油桶来做暗炮，用茶棒啊个沙袋来做射击环境。陆军改变过去靶场正单调的演练，改用模拟战场的实战化射击训练，和士官兵会当更加有亲像实际战斗的环境啊个气氛。演练无同的射击姿势，像讲是用徛的、跪的还是趴的，比过去一个固定的地点、固定的姿势来讲，更加有训练的效果。有时阵，因卖用计枪支，或者是士官兵会当演练各种排毒的状况。另外，安尼训练场所卖当演练战场伤患的救护，会当更加亲像真的感觉。可能会有接敌运动，或甚至要变换射击姿势。所以，我们今年开始推行这个实战化射击的训练，那也借此去模拟这个战场的环境。哦，利用障碍物这些掩体，不再是以往的沙包、沙袋。用各式不同的射击姿势去模拟这个战斗的过程。总统出门前先到陆军华防部南部野区来看这训练。这几年来，中国军机军舰在咱四周围侵扰，华联基地的战机随时升空警戒。总统出门嘛，伫中岛来到华联空军基地来甲这官兵互因鼓励。在上个月中国军演期间，空军第五联队的总体警戒兵力增加63组，126人次，防空应处。共执行18批，36架次。总统蔡英文透早嘛到花莲的海军国海营区，啊个空军航空飞弹营的对海，啊个对空的飞弹部队来遮看卖，感谢因这段时间的努力，并且祝因中秋佳节快乐。记者张志勇、林志坚，花莲报道。